大家好，我是胡歌。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，我们迫切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低碳生活的队伍中来。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比如每天少点一份菜，少用一张纸，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。在第四届零废弃日即将到来之际，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开启减量低碳轻生活。